老的歇歇困，老的歇困啊，小的读册啊。哦，辛苦了，支撑家里。那两百块下去，这个用七大锅去解决了两百，200块了，来多少来？表姐，大母你好。哎呀，表姐呀，哎呀。昨天你有听出来我对老婆的爱？我的爱你都听得出来？哇塞！过来，我下节目，你最好是信我啊。瞎了，不送啊！见个新年，不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就先给，见。好，国军拜拜，五块钱。噔噔噔，一生你是个容易受伤的女人。哇，要小心呵护的意思哦。快！他训还杂。我把人过来啊。要虾仁啊！要虾仁。
那个虾子他刚才有喊过一次，就是14只1000块，7只500块了。啊，喊过了，你应该就这个价钱，应该就这个价格了。7只500。对。他没有原血。原血还没喊。应该有。原血应该。很少没有。一人包下200块。200来不200块，好啊，来，我好懂你的心，就听你讲，就听你声，听你声讲话就好，不用懂。所以我听你讲话，说哇，你好辛苦哦，辛苦你了，这样就好了。来，你要用什么价？你要缺何用啊？你一包一公斤的，等于差三块，差三分的，是不算搞对吧？韩国一包一包的，对，一包卖百分。虾仁呐、啊，他说要虾仁，你都不理他。你猜？300块。300块，你个二，300块，虾仁没人来啊，过来，不虾仁没了，没人。我拿两包中卷，拿两包中卷。后面那两包啊，来虾仁跟虾仁300块，Chris， 你应该知道。
他来学谁哦？哎呀，对不起，便宜。因为以情绪来讲，男生可以去打个电动或去出去抽个烟就解决，但是女生需要一些话给他听。三十九百，五百了，五百块了，来了，别人开四条了，五百块了。你没招？五台五台五百。就想到台湾，你挑这个话题，我跟你讲，你只有讲一句就好了。我说给你扣打，现在只有一句，第二句的话我就要把你封了。人我是不会生气、啊。三条来，四条来，啊，这个会生气。五百块可以，这个地块来五百块，起来无？还小细地，还搁大地。我买阿爷，我都看原鞋。哦，原鞋好啦，好来啦，来。好了对哦，来，帮你拿来，哦，有点重哦。用还要用这呢，安那煮了好食，加一斤中国佫无用事。碳烤顶好一块要食，上盖要开你公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，还有十地，还有20地。这个那个口感是比较 Q 的，跟鳕鱼不一样。哦，因为比较软。对。啊，我是跟鳕鱼拍的。这个口感很好。旁边一个。不要走了，不要走，他不，我不让他讲话了，我不准他讲话了，我不准他讲话，他在讲话我就把他封了，不要走，民警留下来。啊，谢谢，搞不会发，来发，今天够人来不啦？一、二、三，大红枣，三，还十二啊，十四位个线两百块啊，还走不会发，不会发，十四位两百无人来，不然无人来合作。你香烟了没？什么？香芋怎么卖？香芋500块。亚马逊500块，好不？一箱500块，一箱五百块。你爸爸昨天，那不是礼拜五，礼拜五，500块，礼拜五。那如果雨是从那天放到今天，就是更便宜。
我鱼也是今日买，无可能不比当我收啊，当我收啊。虾子要300多一斤。没关系，我再等一下。太薄虾了，300块。停，不要讲了。我这里不准讲那种话题。这些人啥办公室太贵了，啥办？哎呀，那老人家，那不错的，不错的。OK， 不要了，不了。你们在讲，我就要一直讲。他们他米包最屌，他们他米包最屌。烤虾，我靠！你竟然笑的哦！你竟然炒虾，大家在哪些痛虾？你呀、啊？菜锅虾。哦，我叫你咧炒虾，你在哪只？对啊，我讲，我惊到我泰国炒虾，在哪只就惊死人。云奇他没讲话了，他没讲话了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吃早餐，吃早餐，吃早餐，吃炒面，吃炒面，吃炒面，吃炒饭，吃炒饭，吃炒饭。哎，各位两位吃太过瘾了吧？加加加！哎，小弟找你。各位两位本来300块呀，各位两位。300块，三百，这种大只的，300块，300，这种大只的，300，我这个手都可以啦，300块，我这个手都可以卖啦，那拢是300块，来，我这先。黄鱼啊，好了，黄鱼，黄鱼500块。明奇应该是在工地啦，应该没有在怪石上。好虾，好虾，好虾，买1000哦。黑的。裴松早，裴松早上好像有来。过来，我们炒黑的。你先拿。过来1000块。你还不弄回啊？哎，再弄回啊！所以说你早上没来，他早上他以为是谁啊？下队有人来，下队等于有好有这条线。三十刚下班，那早上还有谁呀？我都忘了，他不是谁送？那他是怎么送？500块，套金价500块，再来500，来这边，来500块钱套金啊，500块。